38题，利用双氧水制氧石，如果气体产生太快，双氧水可能从机头漏斗喷出，应如何处理？这个是考我们跟各位交代过的实验注意事项。如果气体产生太快，就要将导管从水中拔出。所以呢，我们这题的答案呢，应该的是选择的是 B， 将橡皮管移出水面。这是我们上课交代过制氧实验的特注意事项，所以我们答案选 B。